爱在哪儿呢？找不到了，我不想活了，没有耳机怎么过啊？我感觉现在是聋子。哎，我说话声音听得到吗？大家听得到吗？听不到跟我讲啊，我还是要去找一下耳机，听得到的话那就不用找。谢谢火拳，我睫毛重了。修的还不错，没有修毁，就是我刮了一下感觉还行，因为我不刮实在画不好了，我本来不想修眉的，但是那个眉毛我怎么画都画不好，因为没有修。我的发量多吗？一般呢。谢谢猪猪，谢谢花师姐。我的发量不算多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眉眼间距没有变宽呢，一样的呀。所以我说戴耳机，不然没有音乐。我们把旁边起好草。谢谢雨。要不你晚一点来吧，你坐旁边播不好。神经。你坐旁边有点些许紧张。我朋友在旁边，我播不好。谢谢查查。谢谢沛公。我直播的时候不太喜欢有人，因为谢谢沛公，不然我就会有点播不太好。我需要就是一个密闭的环境。我一定要找到我的那个耳机才行。谢谢为爱。你气死我了，心里好恨，很痛。可是我自己拿的呀，我把它放哪里了嘞？为什么我记性这么不好？骷髅头啊，真的不见了，凉凉，八月偷的，我怀疑是我的猫把它偷走了，因为它们很喜欢耳机，别让我发现是哪个猫，否则我会狠狠教训它。我打屁股打开花，今天没出去玩吗？没有啊，我去哪儿啊？出去、啊，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不太喜欢社交。你在笑，不是你笑什么、啊？在旁边拆我台是什么意思、啊？
绝对是八月偷的。哎，八月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应该是八月偷的吧？我觉得，就他德性是会偷的人，其他两只猫不会偷。谢谢，广州好爹。谢谢老师亲。谢谢玩具。哎，我没有耳机，不习惯呢。不戴耳机的话，我感觉你们听不到我讲话，戴的话会好一点。猫窝里面没有，它们不会掉到窝里面去，它们只会给我搞到地哪个缝里面。看我看地上也没有。大晚上化妆，谢谢婉君。是啊，怎么啦？没见过晚上化妆的人呢。谢谢欧婷。美牙我不知道，美牙的东西你不要问我啊，我一概不准，完全不知道。这个叫蕊龙的，我觉得你没事情吃点屎吧，真的。你好像疯子，有病去治病啊！一大晚上来发疯。无聊的人，一个瓜都吃不明白，你上什么网？才一万人，那你去拍播嘛？一万人对你来说太少了，你去拍播，我看有没有一个亿。谢谢你，要求好高啊！看